看到我镜头还没有移开啊，我刚才绝对看到了，通过玻璃看到了，透明的，就在里面。对，我相信所有人都看到了啊。你看，这厕所就这么大。这个厕所就这么大，直接不见了。这厕所就这么大，直接不见了。我刚才就在那看到了。还在呢吗？反光能反个人出来吗？反光能反个人出来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分明就是护士医生的打扮，分明就是护士医生的打扮，分明就是护士医生的打扮。欢迎妈妈，对，可能是不是因为我白光看不见的原因？光太强的原因，啊？是不是因为我光太强的原因？啊？那我把它转为绿灯试一下来，会不会在后面？我后面就我都已经抵到门了，抵到墙了，哪里来的后面呢？我都已经抵到门了，抵到墙了。对吧？你看吧，我都已经抵到这个门了，抵到墙了，根本不可能后面还有空间。把这个门关了，试一下来。现在我照，没有了。别老是回头，阳火会灭的。哦，我刚才被直播间的坑了，欢迎6801。对啊，刚才这真的好奇怪，我真的感觉啊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